味儿。善好家田园薯片。如果没有坚守，何来安稳？如果心无忠诚，何以铸魂？刀尖上的行走，风雨中的前进。客，从不退却。日夜奔赴，只为家国安宁。至今这一波在刀尖上行走，拿命组拼的。希望每一个禁毒警官在出任务的时候都能够平安归来。感谢你们的时刻守候。我是今天的晚安大使王一博。在今天结束之前，去做一件令你2020圆满收尾的事。2020年的遗憾我们不带到2021年。晚安。呀、王姐，帮你们打个零食。哟，也是你闺蜜。消毒下衣裳，再来碗蛋饺，一碗热干面。不要送了。好几年都没有看到了，上哪里弄的？我一个小兄弟，没得么是难倒他的。我说连昆明这样的小东西，就算是那些么是高级米其林餐厅，还那些一排队排几个小时的地方，轻轻松松他都搞不到。就连前段时间出不了门，也是他帮的忙。才说几句话的时候好了，搞得真是快。那肯定的，搞那么多年了，别人应该快得很。是，这叫么是快。我这件算是真的坚持，么是叫真正的快。我有个蛮好的个伙计，有一回噻，我喊他给我带条鱼，那个鱼到我屋里的时候啊，活蹦乱跳，就跟那个刚从池塘里面蹦出来一样的。不是我吹牛皮，直接就蹦到我的砧板上了。哎，那个鸡蛋就跟刚下的。阿毛阿毛，直接蹦到你嘴巴里去了，说的都对了。那我就跟你讲个新的嘞。前天晚上我不是打算去你屋里接灯泡，我穿好鞋子就没去丢垃圾，我那个伙计直接把新灯泡给我送来了。啥子？哎，张叔叔讲故事啊？我是讲故事噻，我是在讲真实事件。啥子？刚才生找到朋友吗？啊，你帮你干啥呢？不用了。其实你有朋友了？没得，都是普通朋友。那就没得一个你觉得不错的呀？是有个小哥哥，人真的是蛮好。上回给他淹水，到处去不去。他晓得我豆子，半夜划水给我送气的。看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，饿了吗？啊，你发现吗？最近周围那个流浪猫啊，被他围得跑了好几圈。这不是我闺女小王吗？那不是我小兄弟一博吗？这明明是我谁家谁家的小哥们，好吗？吃饱了吗？啊，就是有点饿。
先走了。哟，对啊，咱俩。先走了。哎，歇歇。乖乖写作业哦。这一年改变了很多，现在新的生活开始了，你爱上了吗？收苹果了吗？你玩玩具了吗？吃火锅了吗？发电话了吗？游戏写完了吗？买菜了吗？喝牛奶了吗？今天给自己打气了吗？My Christmas gift is林元亨现磨 K 咖啡，点击力抢。舞台上的高光时刻都源自于对热爱的执着，但生活要张弛有度，适当放松。我的放松神器就是它 SKG 掌上筋膜枪，它可以放松肌肉，缓解疲劳，多档力度，多个亲肤按摩头，满足不同按摩需求。上班久坐，差旅奔波，运动健身后疲劳酸痛就用它。深度按摩放松，常用 SKG 筋膜枪，放松秘籍分享给你们。你来了，等你很久了，惊喜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记得要拿哦。是什么让你不断向上，为明天，更为出场即焦点，所有细节都绝不妥协，以满满的诚意进阶向前，从起点就全力以赴，放手一搏。这就是我和我的奥迪 A3， 你的呢？